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第二十首偈，见证明人，当愿众生得清净命，不交为依。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开始说，能力无限，方为证明，为一乍现奇特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自说功德。第三呢，瞻相吉凶。第四是高深显微，令他敬畏。第五是为他说法，行此五事，若为利养，皆显明也。啊，这句话就非常重要。这个正跟邪呢，关键就在此地。啊，是为自私自利，那就是显明；如果不是自私自利，啊，是为利益众生呢，那不是，那是证明。啊，所以这差别在此地，我们要清楚。啊，所以见证明人，啊，清凉这几桩事情啊，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啊，第一个，乍现奇特。啊，这一句就很像我们现在所讲的特异功能。啊，现一种叫人呢很难相信呢这样的境界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神通啊，现神通，现神通是为求名闻利养，这就是显明啊。所以这佛在经里面告诉弟子们，神通可不可现呢？可以，但是一般场合当中决定不许可啊。为什么呢？鬼神妖魔鬼怪也能现神通啊！如果佛门常以神通来接引大众，大众对什么是佛、什么是魔就没有能力辨别啊！所以佛不许弟子现神通啊。那么这样魔就不得其便啊，魔不会说法，不会讲经说法啊，他会实现呢这些神通这些事情啊，叫人看到之后非常惊讶，非常幸福啊。这个我们要知道的啊。那么在什么时候都有开源呢？就像戒律一样，都有开遮吃饭，对国王大臣，这影响力极大的人啊，可以用这个方法现神通。哎，国王不能不相信，不能不服了，他来护持佛法啊。那佛法在这个地区，在这个国家推行就没有障碍了。这个会
是为正法救助，是为利益神通，那个利益众生啊，而现神通虚空啊，就是在我们大藏经的神僧传里面历代这祖师大德啊，对过往大臣现神通的事情很多啊，啊，这个我们晓得啊，所以决定禁止是为自己名利啊，啊，那就错了，那叫邪命了啊。第二，自说功德。这个也不许可的啊，这个是决定禁止的佛法里面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啊，个个谦虚啊，啊，哪有自己夸张自己呢，自己赞叹自己呢，凡是自己赞叹自己而批评别人的，这是邪命啊，这个不是真命啊。真命邪命，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正常的生活，不正常的生活啊。这个命就是注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呢，啊，心要正了，行要正了，啊，这才叫真命。住在这个世间，心行都不正，叫邪命。诸位想想，邪命将来肯定是堕三途。啊，正命啊，这个才能往上超生呢，啊，这是肯定的啊，所以不可以自己说自己的功德啊。那一般自己说自己的功德目的何在呢？求名求利啊，求名是求别人恭敬啊，尊重恭敬。求利呢，就是求别人供养啊，目的是此地啊。甚至于说得很露骨，那你看某人对我供养多少，某人又是多少，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供养太少了，你要向他们看齐，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啊，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你看到他的言语态度都是在求名闻利养，这错了啊。名利也真的害死人呐，啊，明朝时代，我们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杭州李延池大师，啊，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啊，都说忠心净土，四位高僧大德。啊，明末四大师，莲池、寒山、偶益、子伯，啊，这四位，啊，中心佛教四大师，啊，他影响清朝初年，啊，清朝初年实在讲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啊，出了这个好皇帝
康熙60年，雍正13年，乾隆64年，合起来差不多将近150年了。盛世佛教非常兴旺，影响了学术界，影响了政治，也影响了经济，人人都学好。明朝袁了凡先生接受云谷禅师的功过歌做得非常有效，所以功过歌在明末清初大概这200年呢是很流行，读书人呢都用这个方法呢改自己的过失，天天反省，我今天做了些什么好事，做了些什么坏事，都把它记录起来，然后对比，还是善事多还是恶事多，认真的在求减少自己的过失，要增长自己的善行。读书人呢，那么读书人天天改过自新，影响社会大众，都知道检点，佛门也不例外，佛门也用功过歌，你看莲池大师全集里面有一篇自知录，那个自知录就是莲池大师的功过歌，真干了。所以佛门里头也有这么一个风气，很有效果，特别在末法众生烦恼习气太重，所以在先前我们提倡儒释道三家了基础的三部经，用这个做标准来改过自新，儒家就是弟子规，弟子规全文1080个字，里面总共讲了113桩事，怎么学习呢？每一天依照这个133条，认真反省，善的我做到没有，不善的我今天有没有犯，这就是功过歌，务必要把这个113条统统做到，你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佛家呢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经我们讲的也很详细，要认真学习，十善的反面是十恶，佛在经上讲得非常清楚，开始
太精彩了啊！告诉我们，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这个话多重要！一切世间就是十法界啊，有这个方法能够离十善界，这个十法界。那这个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心善啊，常念善法，心善；思维善法，思想善；观察这个善法呢，就是言行善。心口意三业纯净纯善啊，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能够真的这样的修行，你就能够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所以他佛讲的说人天法声闻菩提圆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通通以这个为基础，以这个为根本啊！从这个根本你才真正能够啊修成三归五戒。现在受三归五戒的人多啊，出家甚至还受了三坛大戒，怎么样呢？做到有名无实啊？为什么做不到呢？没有基础啊，就是说没有弟子归根实善的基础，所以你做不到啊。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甚至念佛都不能往生，你说冤不冤枉啊？我们也真是看到现在的流弊，所以极力的提倡认真呢在弟子规上下功夫啊，弟子规成就了再学十善业不难了啊。道家的根本就是太上感应篇啊，跟文昌帝君应之文啊，暗示全书前半部就是啊。这是因果教育啊，内容全是断恶修善了。这个几样东西是三家的根本呐。学习啊，修学不可以好高骛远，按部就班啊，由浅而深，这是正确。你才真的能得利益啊！这三样东西没有学好，像树一样没根啊！再好看的树插在里面没有根，死的啊，几天就枯掉了，不能成就啊！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一定要认真干，老实去修啊！对人总是要谦虚啊，绝不贪图名闻利养啊！功德尚且不贪图，怎么会贪图福德呢？啊，名闻利养是福德。啊，要学谦虚啊，要学尊重别人，引恶扬善的。第三，占相即修啊，这个里面包括现在看相
算命、看风水，包括在这一条里头啊，说这些吉凶祸福，啊，其目的也是求别人尊敬，啊，也是在求名闻利养，这就错了。啊，那么出家人平常没有事情嘛，看看这些书籍，啊，所以也就懂得一些。看相算命，啊，看风水，啊，特别给这些信徒，啊，用这个方式来拉拢信徒，这是错误的。啊，那么真正出家修行人，要不要学这东西？不可以。佛在经教里头，严格的禁止。搞这个干什么？啊，你要真正明白诸法实相，这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占相吉凶啊，你自然就放下了。要不要去问吉凶呢？很简单，你的心善，没有一样不吉。你的心不善，没有一样不修，还要沾什么？啊，为什么？境随心转。啊，今天世界这么乱，众生生活在这个世间这么苦，什么原因呢？心不善，思想不善，言行不善，感召来的 啊，天灾人祸是业感啊，不是没有原因的 人祸是我们自己做错了，天灾还是我们自己做错了。啊，确确实实没有说是没有业感的这个灾害，从来没有。啊，全是自己业力的感应。啊，现在人不懂，不知道。不晓得这个道理，以为哦，天然灾害与我们没关系。啊，与我们真正有关系。啊，我们的起心动念呢，改变自然环境呢，啊，那么最近，北京那边的同学送来了几片光碟，山西小云，啊，为什么不能吃它？啊，总共大概有十几片，好啊！你从这个里面看到因果，看到报应，啊，这个才真正了解善行，善行。有好果报啊，不善的心行就会有灾难啊。所以真正学佛的人，看相算命看风水啊，都可以不要再理会了啊。风水有没有？有。风水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
居住的环境它是会变化的啊，所以连风水家也说两句真话啊，叫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你的心行不善，找个风水家看到好风水，你一去一住，那风水就变坏了。为什么？你不是富人，你没福报啊，你住的风水变坏。那个真正有福报的善行人，那个地方风水很不好，他去住，哎，慢慢那个地方风水就变好了。由此可知啊，风水是随着人心在变啊。那我们要好风水，没别的，要好心，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无往而不吉利也。啊，什么样的凶灾都没有了，这消灾免难。啊，所以学佛、念佛的同学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不再去做这些迷信的事情。啊，第四条是高深信畏，令他敬服。后面这一句就错了。啊，这是故意的。啊，让大众觉得什么？哦，他跟别人不一样。哦，这个人有大威德。啊，装模作样装出来的。啊，目的是叫别人对他尊重。啊，叫别人怕他。这错了。啊，这个是属于邪命。幕后一条啊，是为他说法。啊，说法本来是菩萨应当要做的事情。佛教的出家弟子不从事生产呐，啊，生活靠托钵，啊，靠在家同学供养啊，在家同学供养你的这财布施。啊，你接受他的供养，你要有回报啊！啊，回报是什么呢？法布施啊！所以在从前托钵、斋主供养的时候，供养完了之后，啊，有一些什么疑难的问题。就会请教法师啊，请法师为他开示啊，这很普遍的现象啊。如果债主没问题，欢欢喜喜来供养，出家人要给他祝福啊，这个外面一般这个宗教里面讲祈祷，给他祈福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法布施啊，不能说托了钵托完就走了，哎，这个是没有礼貌，这个不可以
啊，所以为他说法的是常有的事情，但是为他说法是利他了。帮助他破迷开悟啊，总原则不是求利养啊。啊，如果说法是求利养的话，这是邪命啊，这是错误的啊，是不许可的。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在见到这个正面的人啊，你看菩萨的愿，当愿众生得清净命啊，这一句里得清净命就是五种弊病都没有啊，这得清净命呢。幕后说不教威仪啊，这一句呢在五种五种邪命里头啊，第一个乍现其特啊，乍现其特了是自己的威仪啊，我们今天讲的是风度啊，或者我们再说的通俗一点，身份啊，你把出家人的身份失掉了啊，故意装这些这个不正常的这种现象啊，奇特的现象啊，求所供养啊，无论用什么方式啊，也就是说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手段，你的目的是求人尊敬，是求人供养，这就错了啊，这个就是属于邪命了啊。邪命虽得利啊，你诸想想看他能不能有成就不能啊。啊，黄念祖老居士过去告诉我，他有两个同学都很聪明，一个学密，一个学禅啊，密是从贡果老人那里传的啊，黄念祖老居士也是贡果老人的传人，是四兄弟啊。另外一个学禅的是跟虚云老和尚学的啊，而黄念祖老居士也是跟虚老和尚学禅，所以两个等于都是他的同学啊，名气都很大啊。两个人呢晚年都在美国啊，学禅的这位呢我见过几次面，学密的我是耳闻没见过面啊，黄老给他们呢没有往来，告诉我两个人都走邪命啊！他这一点的时候，我才明了了啊！确确实实，这两位大德的作风没有离开明文理啊！啊，而且佛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五种邪命呢，真的。通通都有
啊，其中这一位学禅的啊，早年是住在香港，以后到美国，我是在美国认识他的啊，那么对我算是很不错了啊，很客气了。听说一般法师见他，他总是要把这个法师狠狠地批评一顿，教训一顿啊，目的是什么？让他的信徒看，哎呦，我们的师父了不起啊，啊，你看看这些人手在我们师父面前偷都抬不起来徒弟对他尊重啊，对他孝顺啊，啊，那么我在美国各地讲经，啊，他对我还是客气一点啊，没有像对其他法师说对我批评，没有啊，所以我知道呢他脾气很大啊，个性啊很强啊，这个是我久有所闻啊，所以他邀请我啊，我都小心谨慎啊，尽量放低姿势啊，尊重他老人家，他年岁比我大，出家时间比我久，两位现在都不在了啊，这个错了啊！啊，美国的佛教是在起步啊，真正要是走正路啊，正命，那对于佛教在这个美国的弘扬肯定有很大的贡献啊！我们在那个地方啊，没有深交，而且他年岁比我大，老法师啊，老居士啊，我们在他面前是晚辈，没有说话的余地。知道他走的路不对，不敢批评，也不敢说。我说他徒众很多，你要是批评他的话，他那些徒众的时候，他就会障碍我们弘法。啊，那么这些，这些是弘法除人这一般的常识，我们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老师都教过我啊，教我们应该怎样跟人相处啊，我们在学到这一点规矩啊，所以法缘哎就比较殊胜啊，道理也在此地啊，总是一生诚诚恳恳，不敢为人先啊，所以一生没有道场啊，也没有徒众啊，学习自己照顾自己啊，这李老师教的啊，李老师确实以身作则啊，他的老人家到95岁都还是自己照顾自己啊，最后两年才接受同学们啊，同学的照顾他啊，他要不是受物中毒
我们相信他能够活100多岁，身体好啊。所以晚年我常常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他，每一次几乎都叮咛嘱咐我吃东西要小心，千万不要到馆子吃东西，真的不干净。晚年年岁大了，抵抗力弱了，所以饮食起居特别小心。这个做法就是真正的慈悲，不要别人操心不要别人照顾这就是慈悲那么你要想身体健康，第一个心要清净，中国谚语说得好忧能使人老，你忧虑的时间多，容易老化，烦恼杂念多，容易生病不必要的事情不要去想不必要的人少接触这古人讲得好知事少时烦恼少摄人多处是非多你交际很广，认识人很多，是非肯定多知道事情多，那烦恼一定多所以我们40多年来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看杂志，少多少烦恼我们在许多地方凡是接触的人常常会问我一个问题，怎样保持健康我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了这个世间拉拉杂杂事情你要知道它干什么有这些时间读经好念佛好所以古人常讲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个对于养生之道那就是大学问你身体健康长寿不生病为什么你没有杂念你没有牵挂没有忧虑没有烦恼你的身体自然就健康这是正命年岁大如果身体不好很苦自己辛苦也劳累别人不是别人要伺候你要照顾你年岁大身体健康不需要人照顾这个好那你要懂得年岁大身体健康你就不能不注意生活起居尽可能减少烦恼减少杂念心底越清净越好越平淡越好
这些欢乐是应酬越少越好啊，尤其是现前这个社会啊，李老师说的话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啊，馆子里面吃东西会不会卫生？从前我们韩馆长在世的时候，他开过馆子，啊，他开的是素食，啊，在台北开禅月斋，啊，不是叫香吉小馆，在这个高雄开的禅月斋，参圆法师办，他去当总经理。厨房里面是我们去参观了，啊，那个菜洗不洗啊？水里面漂一漂啊？啊，没有真正把它洗干净的，没有啊。啊，素菜还比较好一点。啊，那我们到这个小馆里面去吃饭的时候，这馆长就特别嘱咐。啊，住户厨房才洗干净，啊，由此可知，一般这个吃饭的人，谁去住户啊？啊，所以有人说，你到厨房去看看，就不敢吃了。啊，那么现在，有这些高级的。这个餐厅啊，所以最好是什么，这个大的酒店啊，五星级的酒店啊，四星级的啊，他们这个厨房东西，啊，都是透明化的啊，你看到他在那做那个干净，但价钱太高啊。啊，你说普通我们在这个小馆子的小吃很便宜啊，但是到五星级里面恐怕比这个小馆子要高10倍20倍啊，为什么？他给你处理干净，难，实实在在是难啊。虽然给你处理干净，那现在我们知道素菜农夫种蔬菜，严重的农药，他是不是给你处理干净的？那就很难讲了。你说多可怕？啊，真的现在是像《无量寿经》上所讲的，饮苦是毒。啊，人怎么会不生病呢？啊，所以我们在澳洲，啊，澳洲土地实在讲是便宜，啊，最近我们金钟学院买了一块土地，啊，和中国1000亩，啊，多少钱呢？人民币80多万，1000亩地。啊，我跟同学们说，我们在那里搞个农场，啊，种有机的蔬菜，就是我们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我们有这个经验。啊，澳洲现在我们有个菜园，啊，规模也很大，可以供应的。每一天300人吃饭，啊，实际上我们学院每一天吃饭的人大概100人左右，啊，所以有多余，多余的呢要分送给同学，啊，干净的，啊，没有副作用啊。
提倡素食啊，要吃得干净，吃得卫生，这个就是自利利他啊，自己健康长寿啊，不需要人照顾是利他啊，让别人看到都生欢喜心啊，形象就是度众生的工具啊，学佛的人形象不好，人家也看到了学佛是这个样子，算了别学了啊，学佛的人无论在家出家形象多好啊，那社会大家看得很尊重，生欢喜心，都想跟学。你细心想一想啊，这个里头真的是无量功德了，不用说啊，人家自然生起羡慕向你请教，你就好好教他啊，总要做出样子来给人看，人家才会相信啊，你要么有个好的榜样，人家没有看到就很难生起信心啊，他一定要亲眼看见他就相信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常到国外去访问啊，参加许多国际会议，与会的同仁看到我这个样子，哎，他就生欢喜心啊，就来问长问短啊，那我们就可以叫介绍给他，不管他信什么宗教，不管他信不信宗教，中年以上啊，没有一个不重视身体健康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健康身体怎么行的啊，怎么能够弘法利生，怎么能够劝导别人呢？对，一点从自己做起啊，依照佛陀的教诲去学习啊，去修正自己的行为啊，修行就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啊，把我们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错误的地方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啊，没有修正过来是邪命啊，修正过来之后我们就是正命啊，这个要懂得啊，正命是最健康的最快乐的最幸福的啊，所以得清净命啊，不骄为宜，处处谦虚，处处卑下，处处尊重别人啊，这个就对了啊，以很好的风度啊，从哪里学习呢？从弟子规学习啊，这个出家呢从沙弥律仪学习，你看沙弥十条戒，24种威仪啊，这个威仪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要遵守的规矩啊，我们都能遵守，都能做到啊，时时刻刻留意，不设身份啊。不设威仪，成就自己，利益了众生啊，今天不但利益众生，利益广大的社会啊，去化解冲突，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平，就从这里做起啊。如果我们的心行不正，思想不正，
处处还离不开名闻利养，那你的思维肯定就是损人利己。啊，损人利己里面如果是障碍佛教啊，障碍修道，那个罪过可就重了。国报在阿鼻地狱 啊，破猴和僧，破坏佛教的形象啊，国报不可思议啊，那个苦无法形容啊，就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首偈我们就讲到这里。